眼盘背窝叠尽金批，用稿闲战皆玉扮。参见相爷。如何？启禀相爷，彩娇未到受局之前仲满怀喜悦，一到受局之后真系作业。如何作业？原来卢家小姐貌似桃花，眉如新月，可惜疯疯癫癫，焉能作妾？嘿，岂不闻花有刺不能采，果有妇不能择，风里烟可登堂，并太何堪入眼？班夫啊，我在受局下聘之时，正是日上中天之际，见倩女以雪而歌，折花自赏，并无疯癫迹象，只觉佢秀色可餐。哦，莫非蓬门不立腰桃间，倩女妆容是妖幻？彩轿先迎倩女回，再用风针刺破花儿瓣。启禀相爷，大门外有太学塞员求见啊！带他进来。上府堂先把黄金散，青衫不入奴才眼，再上家人有四品衔。哇，费几多人力收何间，耗几许文之齐呀，华难呐。交倩女装疯金秀堂，暗花池巷普渡，等佢嚟再难难。恩师在上，陪御请安。斩过一旁。之日不来拜揭老夫，缘何事隔三月才晓得尖峰而犯？恩师呀，难忘之处实有苦衷，向恩师讨饶，求恩师恕罪恕罪。因何难忘？时事风月难于启齿。风月但将无法，恩师呀，想我兄弟二人上京赴考，不才幸蒙取录，兄长则名落孙山，可怜佢流落临安贪花闹酒，在一月白风清之夜识一风雷，佢只望其色不防其病啊，谁知归乡之后性转疯狂，醉驾而死。万生为被颜红之役，才有两月来丧守在乡间。哎哟，爷爷吧，无云掩月堪人上，
命流风化，未可盼。王仙全领坐堂官，闭户关门王边话。尚可伤人命，家病焉能算寿难呐？烟花娇月未莫猖狂，身家判分行为啊！皮鱼啊，你来得正好，像老夫30年来正无机身。后堂少个添香红咒，已如垂暮之年。今日欲立奴女为妾，唯闻奴女风边未知真假，唯怕重蹈你亡兄覆辙，心欲借助才人慧眼。真是呀，夫子有命，唯学生者又岂敢偷闲呢？开轿回门，把他带上阿堂来。来呀了，超容啊超容，这是上府堂，得你幽归地，千万不可操持啊。相国，那是谁？大概是玉堂撩客。是谁信你呀？老伯难系心，变心落风啊烦，无得朝夜叹见杀神老眼。谁在步令遥关清细不要怠慢，叹粗劫难爱厌亦成患，前路暗淡你又挑拨我无疑慢，难忘我问慈悲求苦求难。如此说今番马面勾魂勾透大路，杨家女子卢超容叩见了阎王。头儿是谁？相爷呀，人无根谁练白发，仙山无药救空间。有女疯癫得更变长，怕只怕着手啊繁华中门山。超容，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倘若你嫁得当朝宰相，食不尽着也不尽享不完，无憾于终身，自豪于顾盼啊。切圣上有甚稀奇，阎王你此言差矣了。杨家有太师，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呼风唤雨，作威作福。可惜阴司的又无宰相在，只有判官不生死策，邪正划开分明善恶。就算杨家的宰相到此嘛，亦要落于柔和，上于刀山。卢超容，你既知杨家太师能操生杀之权，谁人手逆其锋，
便死于无情君鹏。切，阎王此言有差异啦。杨世间就话有怕死之人，但阴间都并无怕死之鬼。阳间有霎时祸福，阴间都并无滥权生杀。何况我有个阎王咁公正嘛，还怕什么宰相天王得噶？哎呦，相爷不立封丁，我哋父女不如归去吧。哎，顾不到我有女未而封，正是有福难消受，眼看得个金批饭碗，却被你一时打烂。啊，八父，将这乱冤繁华不肯理听，以待上次则封邪事登。奴用看破繁华，不贪金白，急于理听则封邪事假。诚信越人多疑，何解见色而盲？啊！无灵药，可除假病有身疾。谁念遮掩半闲堂，眼视情刀又先勾魂行路超勇。且看黄昏近晚，帘幕深深。来来来，我与你把臂进闲堂，试一试风花卧冰楼啊！生死断肠，哎呀，苦啊你行开！啊，判官啊判官，啊是否阎王佢有心想娶我啫？不是阎王欲迎金屋，乃是相爷有心娶你呀、啊！哎呀，苦啊！闻起信爱爱东守眼，向怪以客门是有还，有一个良子登天幕来温环。何人丈夫何在呀、啊？你又问老夫嘛？就在眼前咯。哎呀，老夫保情嘛！切，就知己哥。龙呀
无益，不若任凭归去。古语有云：欲盖弥彰，你妇道人家小的心我洒出。真是呀！佢应付为浪神之乱，投怀送抱不知惨吧。亲疏难认已经何，亦论可证风邪猛吗？风有真假之分，难于自信，如欲证明，这有何难？老夫有两谋债号，彭阿奶。我举彭未能观气色，落彭方知人女难。打在夜深通在耳，细数佢几回就厌流泪眼。又怕招人物疑，能否劝我一笑眉怒，劝风女下堂而去呢？当真有此奇能？姑且一试啫。哎呀，试试看啊。知道知道。姑娘，你们回家去吧。超容，回家去吧。阎王派从欧云飘，判官认得送客行的位参赴了。为怕叫全能飘散莫向那街头，胡言乱语狂骂，吟诗归去下午报门借客参，若儿和相国道风不赦，你若想再回哪？新化空谷烂，愁在雨山坡月
别世间已冰天下、爱根染吗？啊！恶魔在，报应在眼，悲欢变麻烦。赵勇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在出门之时与培生窃窃私语，知否奸上险诈，不可不防，受局意难安举，不若带你夜奔扬州，从头顾主整一事。临安有个奸丞相，艺名如何得官下？譬如今日若非你一旁提示，老夫早已匿于其色不能自拔，你不若在此安居后战，将老夫提点，想相夫红梅阁下又一书斋，景色二人清幽可赞。真是呀、啊，既蒙不弃，我愿粉身碎骨，把恩义仇还。好，家还将登，大皮相公书斋是好啊！万生告退了。在堂上客，惹人而惑在心间啊！往日你目光如对叉秋毫，何以今时全相反啊？说话真惊，八父啊！一者超容出门之时，与培宇壮甚亲昵；二者今朝我在收工下聘之时，引见书生躲在店中，与培生一般的疑犯。贫僧披来，老夫皆憎皮生如何行得大呀？八步，先把书生堂下杀，再步超容枕上攀。走！眼前针如刺，再吹蓬门逼用。